欢迎观众朋友继续来关心最新新闻。来自六甲乡的消息，六甲乡一百零二年模范母亲表扬大会，今日上午伫汕头国小的大礼堂来举行。表扬大会以“福临六甲最爱妈咪”为主题，展现出母爱的无私甲伟大。大会当中也有安排张清辉歌唱甲表演，也表扬到25串的模范母亲。表扬大会四号上午伫汕头国小来举行，由乡长黄金成主持颁奖，到场观礼包括有代表会主席、代表农会总干事李处长、25村村长等各机关代表，以及模范母亲以及处理的人将近500人参与盛会。乡长黄金成以感恩的心，亲自敬上在场所有妈妈、甲女性来宾，每人一束康乃馨，表达对母亲最崇高的敬意。今仔日吼，是阮六甲乡102年度模范母亲的表扬，为着感谢咱做妈妈吼平常时的辛苦，甲伟大，所以讲吼，阮拢会伫5月7这个时阵来举办一个模范母亲表扬，阮每村表扬一个，提报一个到咱嘉义县接受表扬，呼吁咱做青少年朋友，咱为人子弟，伫爸爸妈妈在世的时吼，有孝就爱即时，若有闲当然。在时代人生活边是上好啦，若要咱在时代人生活边，爱利用假日带着孙啊，当下时代人看看咧。如果咱真是时间上袂允准，通知少，自己嘛爱敲一通电话，甲爸爸妈妈请安问候一下吼，这是咱中国传统的孝道啦，希望大家爱共同来发起。乡长黄金成表示，妈妈是每一个囡仔心中的女神，细心照顾子女一生，让子女在爱的滋润之下成长大汉。同时嘛，无求回报，以无私母爱的付出，只希望子女做一个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。对此也呼吁为人子女者，应该爱感谢母亲的辛劳。除了爱在母亲节向母亲讲一声多谢甲祝福之外，平常时更爱怀着感恩的心来孝顺父母。最新新闻。中来新六甲乡采访报道。